我们就我没进总决赛，但你收获最多呀。<笑>就是我今天采访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感受了，我所有的事儿都被蒙恩冲击了。就是我哭得太惨了。你为什么哭那么惨？因为我和他们夫妻生活在一起，已经是这样了，就是百感交集。然后我甚至想说决赛我能讲他求婚的事儿了。那个感动还来自于说很久没有这么让你对生活有信心的事儿出现了，就是美好。对，美好。秦墨看到啥感觉？我哭了，我天哪，太上头了，巨人落泪。旺旺哭了没？哭了，徐志胜也哭了。徐志胜，你哭了吗？我也哭了，我也哭了。你可以看回放。我吃惯生活苦的人，一看不了这个，你知道，我一下就哭了。现在有点逼着表态的感觉。你哭没哭？我哭了，我真哭了，我真哭了。你们这么聊的感觉，我这不是个喜事儿，就是。